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要29岁。我女儿她是25岁。来了。你大概1.83米有没有？差不多。82、81。86。差不多。身材身得很好。身材。没。身材挺好的。也胖了。不胖。你老家哪里啊？他开始问老家。我爸爸是山东，妈妈是云南人，妈妈皮肤特别白。但你在台湾长大的。对。台北长大，对象已经找好了哇！别，就是我也在看，对啊，我男生更不急啊，女孩子会急一点，男生也不急，我女儿我也跟她也不急，对，随便她 ，OK， 这个婚姻自由嘛，对啊，对吧？但是她如果说自己看中谁好，哇，谁能够关心她、多照顾她，那我们就放心。知道吧？知道了。知道我们不是我，不是我会提醒他，时时刻刻提醒他。他遇到不好的男生，我会打电话跟爸爸讲，好不好？我女儿眼光好，不会找差的，这个我知道的。我看不上你就说明你不好。难道了，我们开个玩笑，你如果真的跟我女儿找对象，那我就大不得了，开心死了。妈，我多喝两口吧。这样。